他怎么字体改的呢？ 这么激烈！我操！哎呀，血之滋味，这个对线呐，这太恶心了。 可惜，点燃连体，这就没什么办法。差一点点，瞎子如果不贴膜，应该能打得死。嗯，看来我也应该直接回家，把巨石短臂买出来，应该就可以杀。 去找这个消息。 这些宝贝的那个人数吧。 打这么激烈啊！这下路。
这个版本先出什么？先出竞技时机，竞技时机，因为这个最猛，他的创甲最高，而且他加常驻移速吧，主要是他加那个常驻移速，我很喜欢出他。 我操，这么屌！ 空闲，这也可以先经济时机。 这个真的特别厉害，是啊，对啊。 走了，竞技时机呀、啊！竞技时机可太强了，这个竞技时机，就给他买回来了。这样子的话是最猛的，打这个格纹我一般是带个血之滋味，剩下就是破罗风暴。 中场带就好了，格纹会很怕这个。嗯，主播是自己研究出来的，这个版本就必须得竞技时机，竞技时机非常好用。 还剩一点没事，还是死。我带猛男冲击，有的英雄不需要带。
现在这 W 我都不好说他到底是拉还是不拉回来，兄弟们真不好判断。你说他这个 W 是有时候拉还是不拉呢？嗯，现在建模这个 W 它是能触发伤害，但是不一定能拉回来，还行吧，给他拽回来，然后就行。哇，直接裂缝制造者，真的假的？我操，这个太好用的禁忌时机，击杀之后有个小爆发移速啊，固定的150啊，挺变态的，1.5秒内有150的移速，而且伤害特别高啊。音效出了也不一定拽回来，不出也有可能拉回来，是不太好判断，人直接晕掉了。经济时期太强了。嗯，谢谢一的魔力礼表一包啊。是墨人，我操，别打！完，坏了呀！882。主要被他打了一下，嗯，算了，就是好可惜，我要求个新宠，43女，我是吃到了还是没吃到？我好像没吃到，是不是？好像没吃到这卡钱，我有点不太想买新宠，我想直接买电震涡轮刃，干嘛呀我？啊，算了，搞个新宠。干嘛呀我干。瞎子可能在。还是很痛，伤害是真的可以。这装备禁忌时机，主播的最新理解，把幽梦换了，我们以后不出幽梦，以前出幽梦是为了跑图，现在不出幽梦，我们直接出禁忌时机。禁忌时机你懂我为什么？禁忌时机可惜了，少了一个塔钱，有多塔钱就好了。嗯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常驻一束啊，特别快，400多，加上如果有风龙魂的话就加的就更多。他主要参与击杀能有一直能触发这个一束啊，特别变态。击杀触发这个加移速，我操，卷宝，卷宝看到你的 VIP 了吗？这个它是永久的。我知道，我之前好像还有一个，这个就很变态了，这个移速。
好帅，是。没事，这个你只要偶尔进一下直播间就行，跟房管有点类似的，就是你进来频繁的不会消失。这么难点。直接点火呀，这么屌！八个头就行，多人职业室门就是因为没有我的声音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可以，没有昨天请假跟一出去玩的会。下一站做什么呢，兄弟们？如果是你们，你们会做什么呢？兄弟们，下一站如果是你们，你们会做什么呢？我操，这个移速啊！会做冰刀，什么炒冰？哎，紫皮大帅人呢？哎，他人呢？他怎么从这里跑出来了？哎，怎么没看见他人啊？要卡视野了吗？出银雪剑才玩的是这。变阵涡轮，做这个吧，做亵渎九头蛇。我们家船头有34，如果做猛男冲击，其实一剑这个就很厉害，这个它有成长。我怀疑闪现是吗？还真有可能，是有可能。出超模 AD 装备无尽就行，买无尽这么暴力，一边杀人，我操，好恐怖！一边微笑一边杀人，变态。我操，哥们的相位猛冲啊！哥们的相位猛冲加上我的竞技时机的百分比移速啊，果然还是常驻移速对建模最重要啊，大伙呀，哎呦，新的流派又来了，穿甲还是穿甲，新的装备路线来了，我之后不出幽梦了，出竞技时机，知道吧？出这个无所谓的，出这个很屌，瞎子跟那个都没大了，滋，嘿嘿嘿嘿嘿，坏了。大美居然挂了，瞎子死了，
他们好像很恐惧我。哇操！他直接过来，这里有眼吗？1000块啊！我操，我这么肥吗？居然有1000块！1000块大伙。I don't know, I don't know。这个不是很强。我操，这舒服。帅！瞎子这么肉吗？真的有这么肉吗？跑跑跑！跑，哎，还跑！能跑的？这个是能跑的吗？这个是能跑的吗？这是说跑就跑的，说来就来，说跑就跑的。我操，太屌了！冰刀出来结束。我操，好大呀，娜美，帅呀！我操，但这个 BGM 好像都给我队友放的，有点尴尬哈。这格文他在干嘛？还在拆塔呢。时间打竞技时机真的很推荐你们出啊！常驻移速爆炸，真的常驻移速爆炸，太无敌！这触发的600-700谁顶得住？差一点点。哎，怎么有主播这么理解这么高的建模呢？相位不带征服者，后期攻击力爆炸，要直接 RQQ。我操，被玩到死，被玩到死。哎呀，好羡慕盲僧啊！被这轮子妈的绳子捆着玩到死啊！我也想被玩到死。有没有人能玩玩我？你们有点羡慕了，我操！主播也想被玩到死呀、这瞎子都爽死了！哎，哎呀，没拿到50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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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的新版本，裸什么都不比裸竞技实力强，顶级。